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2胡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今天是第二轮，由中国的吴怡敏三段对阵韩国的李色洙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丁烈六段。丁老师你好。曲老师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昨天第一轮是吴怡敏是中盘胜了日本的先锋小将钟怡锦。也是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位天才少女啊！今天呢，就是吴怡敏是迎来了韩国棋手李色洙的挑战。他们两个同岁是吗？同岁，但是吴怡敏的话，她定端要早一些。李色洙是去年才刚定端的棋手，但是她是通过选拔赛选上，其实他们两个都很年轻啊。对，但是能通过选拔选上，应该说实力应该还是可以的，那当然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女子争霸赛呢，可以说是囊括了中日韩三国的顶尖女棋手所有最强的都参加了。像我们这个于之莹周虹瑜都是在名单之列的对，中国队名单也是之前亚运会选拔同时就选出来对，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是韩国的比赛现场。这是在中国这是衢在州，中国的对，是。首届是胡吴怡盘敏杯的世界现围场，棋争霸赛在衢第二州。轮比赛现在我开看的始。那个背景，我还以为对，在韩因为这比赛韩国发起的嘛。国。是的。这个是吴怡敏，戴了口罩，今年刚刚16岁是06年出生的，非常年轻被大家寄予厚望。他是江苏无锡人士，是吗？对，好像昨天说是那个跟于之莹是一个地方的，我说是不是无锡人？无锡的女棋手很适合下围棋，是对。吗？此次作为先锋出战，战斗一直这样说，这个是就是，正好国家队都在衢州集训，对，是的。这是国家女队的都在，教练是王磊老师，对。如果能其他的像李贺呀。钟虹瑜你还也别点。啊，那今天这盘棋呢，应该是重新拆先的。这个规则呢，是跟这农心杯农的心规则杯，一模一样对，用时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盘李色洙是踩到了黑棋，老师很容易念成了李色娥，因为以前那个李色娥我们印象很深刻，我觉得。然后还有棋友问说，李色洙和李色娥是不是姐妹啊？然后这回答很有意思，说他们500年前是一家。行，我们来看棋吧。这盘棋是由吴怡吴怡敏敏指黑挥棋，先棋，吴怡对，敏黑这棋应该是韩国规则，贴6目半。这个布局还挺少见的嘛，现在。是的。就这下法，以前 AI 出现之前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那个中国流简直是，就是哇，说，这特别流行。对，它就变化一下的就中国偏流，过来一路。对。那李色洙呢，也是还对，是点了个三点三。三三，这个布局我印象中以前最著名一盘棋是富士通决赛孔杰对李世石决赛那盘棋，是印吗？象比较深，这个下法。当时刚出现没多久，然后挂角什么走顶，尖冲那个下法。那是孔杰执黑孔吗？杰拿冠军那年嘛，那棋富我士通。真没印象孔杰赢李世石那盘就这么下的，孔杰的白棋和黑的尖冲这边什么，当时就靠上来了，是吗？对，那当看时起来没有当时 AI 就这已就经。直接靠小目，当时下的就挺好的，这个现在都变成点三三了，点三三的话黑的挡这边。飞，那看来是有备而来的，不怕人家拖呗。毫无疑那问好是。歹多个子儿，但是这个变化，现在他们肯定研究的都比较透了，已经是。是的，顶了半，在这里白棋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变化现在大致都会下成这样，然后挂角。挂这个。
啊，这个时候白棋没有选择再应，直接就进来了，会不会稍微有点小着急的感觉？他直接靠，有点早是吧？很 AI 的这个招法，他是担心再走交换一个再进来可能更被动了，黑的两翼张开了已经，所以他先来，但是这个子在这儿的时候靠，感觉活动空间比这个好像要稍微的小一些。对，是的，我是在想，如果说白棋这样硬的话，黑棋会不会，比如说这个在这一带下的在哪？不知道在哪？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下法？以前中国流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这个的。它就是下在这哪个位置？这个的可能得事先准备一下这件事情。对，以前我记得在 AI 出现之前有拆这个走这个飞这个。这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这是一套路。对，这是一种套路，拆在这个位置。是套路。这个子在这儿也不知道应该拆哪，不太清楚。其实走这就挺好的。他靠那就靠呗，是吧？对，他是实战直接就靠上了。直接就靠。直接就靠黑棋倒选择也比较简明的变化，他是长的这个。搬长。搬长。这棋如果说他搬起来。肯定搬脚。这接下来怎么下？接伤？那可能就算了嘛。挑一个，是这么下的吗？我不是很确定这件事。主要这个子在这儿，在这里，我可以感觉这个好像挺舒服的啊。这好像这样位置还不错，如果再远一路的话，对对对，这远路就不能走这嘛。对，我就想这近一路走这是白的。怎么办？他怎么办？这白的好像有点麻呀，这靠不出来啊，被挖了，那还有点难受啊。拖底下吗？不粘也不行吧？拖底下，搬这是要断完打出来。那我肯定加出来了，加出来你就把它挖掉了。加我就吃嘛，一样的，一壶我就跳，感觉有点俗吧。就好像这个脚实在是一个眼都没见着，至今为止。不能粘吧？这个子在这儿，我感觉。那应该不是这样，这个图不能粘。那这其实是下哪儿的？虎一个。我说先靠之类的。这个。也许啊。不太会。虎一个不像好棋吧？这等于你这挂脚完拖了挤我一下。那也不太对。这挤太俗了。可能也许吧，这个就没有，但是我感觉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啊。如果你碰一个，那我就简单一点打吃呢。那搞不清就是加，就往那边去了，就非常灵活的一种下法，好不好？不知道，这需要好好判断一下。但是我主要是我感觉这个如果沾上被一跳不好，我就感觉这白棋不好。就可能这个子，这个子在这儿还真是，这个子是不是还是有点关系啊？外搬感觉不错，我感觉这图黑的挺好。里搬的话，这个子好像是不是？那他肯定搬到有点近，是的。这样你打完粘白的转身就行，这拆的小吃起来可能就白的就气了。你指的是这个图吗？打吃应该打这个吧？再打这个。那我立。黑棋粘着。啊，是粘的吧？对，应该我也不是很确定。把这吃了就算了吧，还管吗？还吃了？我觉得吃了也蛮好的，就吃了算了。这个白棋还是走到就是光明的这一面。对，我是觉得这个子离得有点近，效率好像一般。是的，吃起来也不太愉快。你也得补嘛，就肯定得补一手，但补的效率不是很高。如果远一路，反正就吃了就还可以，小了一点。所以刚才你说这个外搬，我感觉还可以，真还可以。不，你靠的时候，我第一感是我想着我总要外搬嘛。对，因为这个子进一路，给他压迫感强，确实可以让他到里边去。这思路我觉得挺好，外搬粘上这个地方，效率应该很不错的。他实战这个应该也还行，反正我是觉得白棋选这个定式，这个子进一路，白的。没有特别好的理由吧，我觉得黑的怎么下都应该还可以的样子。反正这个子放在这儿，总比放在这儿要强。那放这儿给你留个拆二嘛，至少总好点。本身这样下就是一个定式嘛，不然靠你长，那我立完拆二本身就有这么下嘛。那我进一路，总好点。总好啊。
主要你还不能下得太苦，太苦的话，如果被攻击黑的这竖起来，这效率有点高。嗯，这个配合之间的间距啊，嗯，又还有宽，七拆七，这个非常舒服。嗯，拆七是吧？对，这个很容易就成控了，这个、很大，很理想，居然拆到了七。嗯、所以我这不靠的时机，嗯，虽然是先流行的一种下法，但它时机是不是就一定好？嗯也值得商榷吧，我是觉得不是很好掌握啊，嗯、我感觉白棋，嗯，他搬，嗯，对，搬，黑都没有选择挡住啊，挡住的话呢，就虎一个白棋先手，可能就往外走。其实这就算走，我也没觉得这白棋就好，我总觉得白棋方向一般，因为正常可能这种手段，但有点俗啊。就觉得这总是在帮人家走棋的感觉，就觉得黑的配合太好。嗯、是的，嗯，局部可能还行，但是配合黑的有点舒服。黑棋实战拐也是定式的一种下法，这个搬的时候脱先是有的，嗯、拐一个白棋跳。是的，他这，嗯，就下的很，就还挺积极的。这个黑棋的招法，对，因为黑棋这个棋，我是觉得怎么下，它只要方向对。黑的就应该就说得通的，嗯，很有压迫感的感觉。那、啊、就走嘛，顺着走后了、嗯，它这个东西还是明显是效率高呀。没错，是的。嗯，白的有点不，我觉得这棋白的不舒服，实战的下法、嗯、也只能出头，倒是也只能贴出来，也不能飞，飞的话这边一挖，那出不来这个。这已经有点麻烦了，看起来。这如果说打这个，又要多接上。对，这冲只是。那就是冲这个，我就直接把你就断了不就行？对，那这个上下无法兼顾了，显然。对，所以他出头的方式呢，也只有直接往外冲，也没有别的下法，只能冲着出去。嗯。但是。挺好委屈，看起来很不舒服，有点俗感觉、嗯。但他没办法，他这个其实也。我是觉得他这个子的位置给的压力有点大，嗯，是之前的选择上可能有点值得商榷。现在也没办法，他是得出头啊，他不出头被压住也太厚了吧，那只能那么出头。对，是的。嗯、他也出头夹缝中也求生存。蛮辛苦的。这个布局是吴一鸣应该是准备过的、嗯、因为他下的嘛。但是李色珠是不是不太清楚这个？那他主动靠的呀。对、啊，那我准备过，你靠我，我哪知道？你来挑事儿的、嗯，对吧？你靠上来的是吧、嗯？你接下来应该知道是怎么下的。不，这局部我觉得下法大家可能都清楚、嗯、都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他对全局性的配合的考虑可能还不是很够吧？嗯、我觉得像这样黑的要好一点。嗯，配。局部其实还好，白的局部其实我觉得还好，那主要下期咱得看配合，这个东西一加一大于二了，嗯，嗯黑的还是要好，比较舒服黑棋，这白的局部也是活不了嘛，所以这期还得往外处理，这局部是最多打劫，局部进活不了，是的，所以得往外跑，嗯，所以白棋要先出头啊，他得先出去，飞在这儿。嗯，他没虎这下，他是飞了一个。哎，这下的也挺有意思，这是飞的，原来好像不如贴。这个的话，那黑棋长吧？长，我跳下来。那就把这个吃了呗。但这个棋形我感觉比实战要正、啊。嗯，这样的话，然后把它跳进来。那他担心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跳的时候他可能不硬下来。没有，他就是觉得在后面贴，他觉得他不舒服，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文化一点，那、嗯、看上去、嗯、不太想在后面推火车嘛。嗯。但其实贴完跳，他应该这么看，其实我可以跑你前面去。嗯。你也得推我，你不推我这贴过去，舒服。嗯。我是觉得这个棋形可能比实战要好哎。嗯，实战挺松的其实。嗯，觉得没这个感觉更这个感觉更紧凑一些，嗯、棋形更饱满。嗯，实战这个其实挺松的，因为走这我不理你，你不好意思将来再贴。这棋形好奇怪。但是你还得补、嗯，刚才不冲你是因为我脚没活嘛，所以你非我先把这打拔了呗。嗯、
对，他就是把这个打了。这个黑棋还挺挺正义的感觉。反正就我活了之后我就这个了。对，马上就冲下来，这是眼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也得补一手。但是就很无聊这个棋形。因为棋形很松，他因为他不像刚才跳到这儿，我是有眼位的，我是有根据地的。他这个地方下方还是漏风的，他走了两手棋，但是他没东西，这地方是黑的再一逼，白的整个很孤，这整块棋效率有一些问题，我是觉得。因为这两手棋感觉还是飘在那儿，底下都是漏着的。嗯，这没有刚才这个棋形好，我觉得这贴完跳下来再跳出去，那个棋形基本上就算安定了，处理好了。然后黑的也没有特别舒服的拆的方法，比这个我觉得要好一些。它实际上这个有点松，反正下到这儿，整个格局呢，觉得黑棋要更顺手，好像总觉得黑棋还挺掌握主动权的那种感觉，比较顺风的感觉吧。当然胜负还早了，对，其实还是很接近，其实胜负还早，但是。黑棋还是挺舒服，黑棋好像没有不好的道理吧，就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对，没有不好的道理。我的脚外边拆的边，我究竟哪里下的不对了？不是黑的都走到了，白的这个拱想走的东西他都走到了，效率总还是有问题，不太好，这白棋不太好。飞出来还得处理啊，没办法，他这个对，不能被人家这么招进去吧？这个主要是还没活嘛，你招进去你还得后手做活。头肯定要出，对吧？不能被先手封住。出头啊，出头的话，黑的把这个夹住。黑的下得很正义。这个布局啊，这个吴一鸣下比昨天好多了。昨天那布局不太妥。不太妥是吧？对，当然后面对手失误可能有点多，然后慢慢好起来的。但昨天那个布局确实不妥。不妥是吧？布局下完亏挺多的。这个布局就。要好不少。那吴一鸣呢，我觉得在实力上就相比于他们就像于之莹啊、周鸿宇之类的，肯定实力还是有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他一直在进步。毕竟年轻啊。对，但是他的年龄是很有优势。他一定段他就参加的围甲联赛。这下围甲也下三年了。对，那下围甲还是很长期。对，所以这个锻炼的机会，这个经验还是可以的。没错，就像他这么年龄小就能定段，能到达这个水平的，这肯定是要大力培养一下。所以比李色珠好像从这个职业赛场的经验上来说，还是吴一鸣要更丰富一些。李色珠去年刚定段的话，好像还没有参加太多的比赛啊。所以这个名字我们都有点陌生，然后我查他的资料我也没有查到。选拔选上的。选拔选上的是吧。很稳，那再补一手，但他也不急，对吧？也下的着急，慢慢来。这今天这个棋呢，这棋形双方其实都挺正的，下的都棋形还可以。昨天双方很焦躁，其实双方两个人的棋形看上去都很拧巴。我还看了一眼，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地方下的我无法理解，我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干嘛。很焦躁，小姑娘反正挺焦躁的。这个你看双方好像不急了，那是不是昨天下完之后咱们回去复盘研究，是不是王磊老师也是说了一说，你别急，你冷静。着急干嘛，就是说你下得冷静一点。我就奇怪，我是想着我要是我的话，我很想见坚定他一下。他可能觉得这被爬一下不舒服。很不舒服是吧，很麻，你是顶还是退，这就很麻。他就是不爽，我先顶一下。顶一下，这棋形也很不舒服，好像看着。顶一下，他也。那我就顶住了吧，顶倒一下我就顶住了。是啊，但是顶一下也有亏的地方。是的，那边会薄一些。那边点不见得点得到，或者本来你可以点，反正卖了一些东西吧。然后这我冲先手，将来还有可能要点我。对你顶这还是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将来点你，或者万一还是保，那他还下算比较厚重啊，他没有拼抢这一下，但是他后归后，我们是说他的优点他是厚，但是他效率其实真不怎么样。这几个子下的就是这边管了，对呀、你这十颗子加起来白棋是没目的，他效率是真不怎么样 的所以我为什么我想要顶这个，是因为我觉得
就我实在是不想再补它了。我效率是有点低。我在补了半天，我到底在补成什么样了？到底究竟效率偏低，这旗下的，你只能说这个冷静。今天这个旗下的冷静，比昨天要冷静很多。昨天很积极，昨天非常的积极，今天很冷静。但是那我黑的没什么不好，黑的就对。黑棋能飞到这一下，总是觉得挺满意的。就你会从布局这开始，你会发现黑棋其实招招都走在木上，走在有价值的地方。白棋就当然是破空了，破是破了，但是自身所得几乎为零。空不太多。就以这个为中线来说，这当然上面白棋有个星位，然后这底下，关键是到现在为止好像没看见白棋有什么东西。白的木现在是零啊，是，是，他现在走了一个总算是，算有点木的地方。对，不，主要现在就，其实我觉得胜负现在要看黑棋这块棋的效率怎么去兑现了。如果说黑棋这块就这么围住了，我觉得白棋是空，没法抗衡。所以白棋不能让黑的那么简单。对。黑的长，那先这焦点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没错，是的，的定型。这一战总是无法避免的，不知道这个李色珠的力量是不是很大呢？不知道，那个不了解，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棋手。韩国队好像就李色珠不太熟，其他的也都是名将，都比较。就有一个许瑞璇，你认识吗？不是申真旭女朋友哦，是这样子的，奇不奇？这个爆料了，今天爆料了，我好像是猜测啊，不能说实锤，我看新闻上看的。丁老师爆料，是这样说的，好像，所以这我记住了、对，那大家肯定要记住这个名字了，对。说你也是猜测，好像没有。如果这样的话，那棋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应该不错啊、是，你得摆棋嘛，对吧？一块研究是。其他崔金啊、金彩英还有吴佑贞，对，都是那个都是知名棋手了，大家都知道，对，都是名将。像日本除了这个中一景以外，其他也都是，非常知名的，像藤泽理菜啊、谢一敏啊、上野爱小美啊，对，都是对熟人了，大家都知道，反正对。好，白棋先点这个，点这个其实也蛮温柔的了，其实算。对吧？没有深深的打入啊，没有，就直接打进来。我以为什么，再点你一下是个硬手。哇、哦，这么狠、啊！就给拖着。对呀、啊，被拖好像吐了。这是，你这个要被断了的话，还损失。点两下什么？是，太俗了，不能点。这下可以点到，这好像点一下帮助不大。那这样的话，黑的肯定算了，黑的肯定不能沾啊，这个棋肯定是不肯的。这个棋大家是不能有沾上的感觉啊。反正你干什么都行，你就是不能沾上。这个棋除非你赢太多了，我觉得实战当中任何场合这个点好像都不能沾上。反正我什么时候我都没看着人沾上过。不肯，这个可能是心情上也忍不了。我拆出来棋。这个那就算围住了，围住了。还是挺大的。挺大的。还可以，黑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白棋这个下的还挺飘，有点大局的感觉。这可以，这手棋我感觉不错。是个感觉。是步棋是吧？瞄着嘛，但他肯定也不能直接断，直接断太着急了，直接断跳过来，这个明显是黑棋揍白棋，这个肯定是不行，作战太被动。他先这个把这个方向控制住，瞄着这个我觉得是对的。这步棋下的挺好的。黑棋也不肯沾嘛，不肯沾那就是。他这个沾什么时候都是不能不沾回去就不沾回去，实在逼得无奈了才能沾。不肯沾那就得往外走。是的是的。你不往外走，比如说你不走白棋下一手走一个，你好像不沾也得沾了。你就得被逼回去，不肯，所以得出头。不能说去下单关，这样白棋逼住。这一代看看这个战役会下成什么样。那接下去这个黑棋发力了。对，这么飘的两个子搁在这儿，总不能算你好了吧？我总得追究一下你的这个问题。靠，这追究其实到说围多少空可能也没有，他就是觉得比粘回去效率高一些。就是
它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它这地方有点薄，嗯，走如果说简单说这种棋走，它就有点觉得可能有点太单一了。嗯，效率不是很高。你走这个嘛，我肯定在这一带乱飘了。对，再飘一飘，再飘一个，接着飘。这飘几个，好像黑棋确实被限制的，被限制住了。嗯，不是很满意。嗯，他这个挺积极的，这个有想法，就可以，可以吧？但这个得就要得靠计算，要计算。我没看明白他是人家搬是什么意思，他打算直接就断了他。对啊。哦。一般只能断，直接断了它，没有一下子没有看清楚。嗯，这白的这什么状况？我白的局部好像不好占。嗯，好像觉得应该是黑棋好占。嗯，局部白的应该不行，白的也得腾挪。嗯。那这种地方就是每方一个小时的棋，就是很考验你计算的速度。但他们好像下的挺快的吧？前面我记，他们这棋是一点开始下的，就每方一个小时，然后是一次一分钟读秒，就跟龙心杯是完全一样的。是的，是的，这个非常考验，因为一小时嘛，很快就用完了，总会用完的。然后接下来就看你这个读秒功夫了，一分钟。对，因为一分钟它是不能过的，这就很关键。嗯。但这个赛制吴一鸣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他们之前下亚运会选拔也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赛制，对，是吧？所以之前一段的训练大家都是用这个时间来下的，所以应该很适应。嗯，靠断，靠这，靠这也是好感觉吧，能看懂吗？这个是先保留变化，他就搬完了，打算这么打了绿过去。对，你阴我嘛，我就就成立了。是的，嗯，所以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一种战法。是，嗯，双方契合了，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嗯，都有道理吧？我觉得这个下的都是不错的。站立了，嗯，黑的没有简单的硬，嗯。简单硬的话可能有点慢，他实战很积极。嗯，你是对，他利用这个班虎先手。是的，他等于说把这个给补掉了，把班虎完了，你这里就打。班虎完，像这种定式呢，就班虎是绝对先手，这个咱们棋迷要注意，任何时候班虎都得打，嗯，不是说外面走一个人被搬一下受不了，这搬完拐还先手，完全受不了。这个基本上都是绝先，他有了这个呢，他就直接断上来了。嗯。嗯，他这个子的帮助之后，黑的还是挺厚的，直接给他掐断了。嗯，好像还是黑棋要好占一些，主动一些，我总觉得还是黑棋。那帮手太多了，四周围全都是帮手。对，嗯，白棋其实也是也不想着都活嘛，反正就灵活一点，啊，活一点，活一点也行。他实战就是这样。总体的一个指导方针就是，对，就弃了。这个定型也合理的。我觉得那他先打的这个，然后再打的底下，应该都差不多，再虎一个，打两下一虎，活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能活。嗯，这一带看起来也不太好杀，就脱先了，嗯，是吧？也没打算杀他，看起来。嗯，他先保留一下。嗯，这个棋现在有点麻，因为如果你花手棋封住，白的活了，黑的觉得有点卖变化。嗯。但是如果直接来动手灭眼的话呢，白棋跑出去也未见得便宜，所以先看看情况，我觉得也对。嗯，他先保留一下，直接抢大场。嗯，嗯，这个反正是挂一个实惠一些。对，没把握吃人家，确实这种地方你可能花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算了半天，发现还是吃不掉，那你这时间就白费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黑棋实控至少是不差吧，可能也还好点儿。还可以吧，可还可以，但黑棋明显比白棋更厚，对，是的，所以黑的应该还是要稍优，嗯，稍优的一个局面。就下棋不要着急，慢慢来。嗯，对，你不要老想着把人家吃了，吃不掉的，有可能是就棋就一下就不对了。白棋是个交换，贴一个挺麻利的，嗯，直接就回去了，那被贴一下有点不舒服哎。是不是有点小不舒服？那当初先拐他一下，拐他也有，好像也不太对，看着也不太舒服，有麻的地方。嗯，其实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就刺一下，他就是不肯嘛，贴住，刺一下，我觉得刺完了怎么办呢？封住呗，就把人封住，封哪儿啊？尖一个是不是好点？尖这个，
封住，他这个他到底是怎么活的？能进火吗？这件事情先问问他，因为你这个只能算打劫火呀。当然你打完劫好像黑的也有点问题，但是不管黑的这是有手段，他可以先保留着。那走别的进火，进火好像不容易啊。你飞我就挡住，冲挡住，冲硬住，局部肯定不是进火，对吧？冲我就拐一个，局部进火不了。那我黑的好像还应该走几下便宜。先把它照进去再说。封住还是？先把它照进去。封住很清楚，封住主要自己也厚，有价值的。你活不活的，咱们再讨论这件事儿。不是说你就不活了，但是你活 这 不是很好活，也挺难的，不是很好活，不太容易。对，摆不清楚两个眼，可能得有个打劫火之类的。可以再走两下。他虽然走白棋这个贴好像挺机敏的。李四珠这个还是这个挺敏锐的贴一个，因为你如果推他有点难受，他就继续跟你推。牛皮糖你再走就感觉有点重复，方向不太对，因为上方它这个点都是先对你搬我搬，你再长这行棋方向不太对，但是你不走的话就被挤一下也受不了。所以他受不了这被继续贴，干脆直接回去了。但是你直接回去的话，这个先手贴很爽，这个头人家已经出来了，先手出来了，现在有点出都封不住，人家是跳点先手，这下好像白棋便宜了一些。我觉得贴到白的舒服，确实便宜啊。然后这下还没点到，被白棋给点了。有点亏啊，这个我感觉他虽然点，他也不是妥，他是双的。是的。拖不便宜。拖反正自己再走肯定是便宜，但是如果被白棋走肯定是亏了，也是双刃剑嘛。他双在这儿，那这个也没刺到，我感觉有点亏啊。主要这地方这个棋形也回不去。看起来这种地方这个细节的处理上还是，我是觉得好像黑棋这大局下的还挺清楚。但是这个细节的处理上好像，我觉得这么看这个脱先好像有点，对，是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意思。刚才刺完尖比这个好多，这边是应该走一个的，走一个比现在好。不管怎么说，你走一个，你把它照进去也行，让它在底下活了就行。具体手法咱们可以商榷。就算活了，你应该也是先手便宜，比现在这样好。现在的话，白棋出头了，主要这是双先嘛。白的走完之后，白的也没花手术，白的继续回来，对吧？对。当然他回来这个尖顶，我也是。尖顶棋形很恶，感觉这个尖顶玩飞很嚣张啊。这个角就算是他的了，这是不是我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角肯定不是他的，肯定是有棋。但是问题是他比这个定式还，这个你说角里将来被掏我也就算了，他这个比这个还又多花了一手棋，多花一手棋还是没围住，有点嚣张，这个违法。我第一感这个是扎丁，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个尖顶玩飞的下法。看上去很积极很沉，但是确实很空虚啊，这个脚。他这个真的不怕自己这个都落空吗？而且顶一个本身也挺损。这个大飞就是被人家一挂。接下来白棋这种扎丁的呀，这种棋形我是觉得好像扎丁是比较常见的下法。或者说我也有见过，以前有人跳的，就觉得跳如果你点进来我就挡住你嘛。因为这即使你扎丁这个点也有可能存在。尖顶极特殊的场合也是有的，但这种尖顶呢一般是为了顶完我，比如说顶完我直接夹过来。顶完我直接夹过来，我就是要抢一个不让你转身，因为我外面后我要攻击你。对，他不是呀，他这个顶完他是想围的大一点，他跟攻击是不搭边的。这围的大一点，这脚上被人一点三三，这是他的吗？对，他肯定不是啊。对，我觉得这点三三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嘛。这很奇怪，为什么是尖顶了飞的呢？
就这种地方是很考验一个人的功夫的，就是这种骑行结构的功夫，因为他之前你想过没有，你这心位大飞被人家一挂，你到底是应该怎么应的？他显然是不太清楚这件事儿，我觉得。那不会啊，这个骑行属于那种太常见太常见。他既然他下了个大飞，他就是他看起来他挺喜欢大飞的。大飞这种扎丁，这个我觉得。那被人家挂一个，他怎么肩顶飞？这属于这招法看着。最常见不过的骑行了，它这个尖顶的飞看上去确实有点儿，怎么有点邪恶？有点邪恶。骑行来说，有点邪恶，不是很正。我们之前说这盘棋双方下都挺正义的。我们之前看白棋骑行处理特别好，它这个它这个贴了也下挺好，它都很正。它你看它滑手棋往这拐，它这儿有个子。印象中是一个很注重骑行的棋手，非常的正义。但突然之间那个不是很赞同。那招好像看着有点怪，反正不太对。这个是什么？这先飞一下，做一个交换。飞白的肯定往外走，交换一下得不得？他是觉得被人家挡住很大。对，他是挺大的，是挺大。应该是这个意思。反正他这飞很大嘛，自己也活了。你挡住他黑的没活。也行，交换一下。走在木上应该也不怎么亏。至少他这步棋是有用的，可能看得出他的用处。然后黑棋再拆一个，拆这个高拆。这也不知道应该拆在哪儿是对的。挺缓的，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如果说这步做交换，我是很我第一感是很想逼住的。这个我为什么我还怕你打入跟我战斗？因为这个其实他不做这个交换，他飞一个是先手嘛，他应该是要挡是吧？对，应该是。那其实黑棋还是蛮厚的，虽然这地方有断点，但我局部想活着是有眼的呀。是的，我这个逼住你敢打入跟我战斗，不敢嘛，因为我这靠不都基本上属于绝仙，对吧？靠你不能不理我，这样下可能是更积极的下法。他确实，他做了这个交换之后嘛，可能心就也就不一样，也有点虚了，因为毕竟做了个里和外交换，再发生战斗可能不是很有利，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拆，高拆了一个。但是我是觉得整个构思，哪怕你先保留一下呢，你先逼他打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飞，这个东西是绝仙，我随时的事儿，其实现在我不用下的，他比想象中的要厚，他可能。我感觉他有点犹豫，那没有，他不知道是应该拆在哪儿，他想的，他觉得拆在这儿是不是有点远？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外面明显黑棋厚，就是讲这个白棋严格上来说，这块棋你就是没有活金呀。对，他现在有了这个子以后更，对呀，没有活金，将来这块也没有活，再打入这块其实都没有安定，这个白棋的不安定因素明显比黑棋要多。所以完全是不用担心战斗的呀。有优势意识吗？这棋也没有说优势很明显吧。是感觉还不错，但是这棋也还早，有点缓呢，真的有点缓。然后拆这个，拆在这儿好像有点。总觉得有点松，棋稍嫌松了一点。不过如果看他接下来的下法，可能也能理解，因为他觉得这个尖和这个就三，反正一人一个。那其实不一定啊。你如果抢那个是吧？不是这个局面，白的不肯。搬完了抢这个。他不肯吗？不，这个搬就损一厚薄上损呀。还好。这个棋你只要对黑棋没什么想法，厚薄无所谓，咱们就捞木呗。这样的话，这个木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不能接受被黑棋点三三，真能被黑棋这个棋形能被黑棋点三三吗？被黑棋点三三，要么你对，要么你就搬粘。你要是真觉得这个特别大，必须要抢，我也愿意搬一下再抢，哪怕那个搬帮你变厚，我也觉得值得。我必须得把脚围住。主要他这个有点近。对啊，我刚才拆这也是。这个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被人家打麻了，有点不好意思。也是因为你拆二的原因嘛。对吧？你是一个拆二，是，就因为你有点近，所以我就搬掉。对，算了吧，先扛住你，算了，先扛住你。
我觉得这棋就是要下的实惠一点，劳木这个东所以西，现他实在战这肯个定被会点平三庸。三，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个点三三，我不知道实战下成什么样，但感觉白的不像是很好处理的样子，太大了，这个。现在就是全盘基本上别的地方都已经定型了嘛，就没有特别大的地方，只有这个三三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刚才为什么要强调白棋要先搬一下，就是为了扛住台山。如果白棋先搬掉这一下的话，那你点三我就三就挡完全住就不一行，样了。挡住就行。挡住你不能活三三去吧？这个你只能打八，只能打八，这肯定是这个变化图，这肯定是这对，样的。大概黑的也就是这么下嘛。爬一个。这个虽然我也没觉得白棋这东西好啊，因为白棋这个怎么看也不如怎么多花了手棋是什么意思？本身这个角它这个四手棋就有点奇怪的，但是你要是不围住角就更奇怪了。这棋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实地至上，现在就是拼地了，但它不太肯，它可能不太肯，或者之前没想那么多。我觉得机敏点搬掉算了，实控毕竟这样白的三个角。我不觉得黑棋好，棋，我黑棋还是挺厚的，应该也不差吧。黑棋还是挺厚的，就是长木的地方对，空间比黑较的大，还是好说后的。面。接下来可能就这个大了，我觉得这个 我也找不出大的就地这方，个就是中间爬，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动手，就完全搞不清。动手未必便宜，主或者往这边走一走，然要是。没，后把这儿弄围墙最好。也没什么，好像没什也么没什可么兴收趣。的地方，先走这个，走先完了有把这这个个点，爬，爬白的爬还挺是很难受。大，但不管怎么样，白的先把上面那个角守住再说呀。实战这个白就觉得白棋棋，应该这么下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形势如何的话，棋是应该这么下的，应该把这个先搬。你尖三三很明显的，就剩这一个点三三了，人家还能下什么呀？如果说人家接下来这步棋是必下不可的。那可能你得想点办法了。他之是前，真的一点不担心，对啊，还是他觉得无所谓吧，被人家点一个，无所谓。这个点也太大了吧？然后他现在搬，那人家不肯定不会应你了。搬不到，现在搬不现到，在这人家就怎是么会这个，应你这个是个次序问题。现在搬不到，我主要这个棋形很奇怪，这个棋形它还有各种断点。那比如说尖呐、啊、什么的，那我还没尖，说靠的事儿，这简单点，这不直接就扣就断够了？跨断了，已经。这地方，这白棋完全不对，这太奇怪了。他是小飞的，小飞他冲了一冲不到，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棋你冲的时候，我要来接你。如这果棋说他冲不到。挡的话，那很开心的就加一个，就是被吧？夹一下，对，就被被加一夹一下下。很开心。对，他不先尖，他的这个棋就是要等冲的时候尖，因为先尖飞白了就不用下这个俗手了。你冲的时候我尖刚刚你好如果是粘上，等于你冲一下亏。刚刚好是。但是这个棋实战就这么下，但是他不粘了，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这样好像不太对吧？这个被断了，就这样被吃了。他白的死了呀。尝一个，然后这被跳死了，这杀棋又杀不赢，他在干嘛呢？弃子，气的有点多不，因为这个是主要。你要是说你真的先手，外面有个特别大的大场，也就还好，真到先手了，就相当于黑棋花手棋垫脚。因为现在外面没有特别大的能跟这个去价值匹配的棋了，所以这一下黑的就很舒服。不，这实控损失太惨我重觉了得这呀！不可思议，这个图是白棋的预想图吗？还是说他无奈的接受了这个图？我觉得这个白棋如果说一开始知道要下成这样的话，那肯定是先搬掉的嘛，对呀，毫无疑问。那先搬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应了吧？这个被尝一下太大了，不，搬肯定硬，那肯定得就硬啊。是肯定是应该搬，但是我是觉得他冲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想到人家接，他对这棋形感觉，他以为冲了夹先手，哦，他以为是这个图应该是这样他的，被是人吗？尖的时候有点所以他骑以为虎是难这样下，的，对，被人家一尖的，他有点骑虎他难不能下。接了被黑棋爬回来，这也不是棋了已经。可能也应该接，这不太好。但是我先觉搬得起来再说。实战那个这个东西是个转换好对，判断，实战我感觉是单方面被吃就啊。白亏是吧？实战肯定是明显白亏，这个好不好？好歹是种转换，我不要脚了，我外面对吧？
多少有点收获，可能也不好，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太俗了，冲一下。就，但是被断了。这是一个判断问题，就看他是怎么判断的。这个图，被这个字这样连根切下来，啊，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要下成这样的话，我肯定很郁闷。这期，不，这时空损失太惨重了。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脚，你要注意，你是四手棋，你还不是个普通的脚。正常我们一个脚手个无忧脚，两手棋围住了吧？你四手棋，嗯，你花了无忧脚的一倍的代价，然后被我给掏了。嗯，你的效率那肯定是出大问题的呀。四手棋围不住一个脚，子儿在干嘛呢？哎，等一下，我看了这个图行吗？这个图能行吗？如果说这个是成立的话，那就这是什么？真子有力是吧？对啊，这个图如果说可以成立的话，那好像就完全不同了吗？不是，他想吃，他尖也能吃嘛，他就觉得挑能吃大点才会跳嘛。哦，小尖是吧？然后我觉得，哎，但是为什么不是小尖的呢？他觉得跳吃的大呀。那被人家靠一个怎么办呢？那我们看一眼，他可能好，我是觉得这个棋形好像看的不太对啊。嗯，我不会靠一个好像要跑出去了吗？这怎么拦呢？嗯，好像这有点，这如果一靠的话，就可能出问题了。都没看见，两个人都没看见。这我觉得很奇怪。他小尖是，对，可能应该小尖。嗯嗯。小坚持他这个效率更高，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有个靠吗？好像要完蛋。这就很简单的一个图，就是这样冲挡住，然后你只能断打，你打在这儿我接上你不行了，我这你走这个吗？我就一接不就行了吗？嗯，这什么意思？这不死了吗？死了，就可能只能搬外面了。你接上为长，这争子不利啊。只能这样啊，虎也虎不了，虎被搬出来了，真的只能接上，只能接上，接上不如虎这个好一点，虎这个里面有啊，接上里面有没有冲的团，也冲的团在这儿没用啊，冲的团我就团这个呗，肯定是死了，这黑的这差一气，这黑的死了，嗯，靠死了，那有点，嗯，对，还是你这个计算比较犀利。我已经很久没有下过棋了。他们就是两个人都没看见。我觉得很神奇。应该是两个人都没看见。这套一个怎么办呢？棋没办法，没办法。这好像已经没得挡，这是怎么挡？没办法，没办法。没看出来黑棋有什么办法，真的是。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注意这步靠，但如果说你能看见我觉得我肯定靠出来，我不相信他会，如果说他看见这个靠他不下，我不信这件事。没看见，他应该是没看见，两个人都没看见，都没看见，黑的看见也不能跳，也不敢跳，估计都没看见。那这白的又黑的，不，黑的虽然没看见，但因祸得福了。黑的肯定比小尖吃的还好。是的，是的。小尖本来也是你点我一下嘛，就这样的。等于说他现在这个子放到这儿了，他又便宜了。嗯，我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快追上他们的进度了。他就是点刺一下之后，这什么时候来的子？然后再，对，他之前哪来的子儿啊？不对，不对，我们这个次序摆的不对。我就说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没事，是这个样子。哦，次序摆的不对，是这样，白的没长，就是，黑棋断的时候白棋没长，然后白棋下的是这个，我还理所当然的以为它长了一下，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下这个，黑的顶了一下，尖顶了一下，先手便宜，然后白棋立，然后一爬，嗯，我怎么觉得这个飞跟爬交换不便宜呢？他也觉得这个爬大是吧？嗯，我觉得爬相当大。爬一个好大，爬一个确实很大，这你将来肯定也得搬，嗯，搬还是大，然后他现在长的，
但不影响他这个两个人没看见，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一样的。好像跟贞子也没什么关系，这一代没有多子，一样的。那依然是没看见这个靠。对，就是白棋是有个靠的，就是黑棋是应该尖在这儿的，这阵型是应该这样，这样他跑不掉。那没看见这白棋，这白的好像不太行。没看见就这样被吃了，那这棋失控不是很够。我也觉得好像看起来白棋有点不乐观了啊。靠压，顶，长一个。现在我们跟他们，现在就下成这样，然后黑棋顶了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跟他们实战的进度一模一样了。就他们刚刚下到这儿。这白棋这定型，我觉得这局不定型，我觉得也有问题。这挺寂寞的，这干啥呢？考了场一，黑的挺好的，走了虎柱，你再搬这个变后手，白的没走到什么东西，这上面损失太惨重了。以后黑棋加都是黑棋的先手，黑棋加完打一下，这地方挡估计也是先手，那没活近呢。所以说你这。他刚才点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即使他没看见这个靠，我觉得也应该从脚上开始。那有点麻，他就是只能走一边，你脚上走你只能走一边，但看上去脚会更实惠。那我肯定先跳一下。对，没事，我先跳你一下再看看。因为你跳我也很麻的，我如果目数好我应该是冲完团住。对，是的。冲完团不住是吧？冲完可以团啊。团住气，团被人家挤了，气有点怪，不对。那不能团，只能收气。你挤我，我这粘还是不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好多了吗？这个图我觉得这个子儿，这个图我觉得好多了，因为本来是 你狗住嘛，对吧？对，本来如果冲完团住，被人家一团，你成三气，白气四气了。那不冲单团，单团那你单团搭不了，我再跳嘛。那我就点着一下总好的了，不管怎么。我觉得粘大我就粘，不大大不了我再点，对不对？但实际上直接点也太糙了。就他唯一就是他觉得这个，你不团，但这个脚又吃回来了。很多。你粘还不粘？粘都不见得便宜。就算这，如果是这个图，假如说是这个图吧，粘不便宜。然后顶住的话，有可能还被糊一下，粘不便宜的，可能只能不粘，等于这个脚又被吃回去了。那很开心。这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在这儿多一个麻木。对，就白棋实战拿这个子啊，脚上现在可以多八目，黑的呢大概少了大概得有四目棋吧，至少十目以上，至少十目以上换来一个拆。换来一个点，不，这个点这有没有？如果他这个点围住，能长十目棋，我围住了吧？还行，有点糙，有点糙。棋下的稍微不太精细，应该跳，应该跳，不太精细，看起来。但是糙不糙？主要是这一靠，这靠没看见，看见可能也那个也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也不强求了。但是可能选择一个最臭的。这可能是最亏的一个方案。这个点了跟顶了交换肯定不是什么好棋，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快三点了，我估计他们的时间保留时间也快用完了。快进入到读秒了。对，是的。就是说一旦到达三点的时候肯定是有一方要进入读秒了，这棋。那感觉女棋手一进入读秒很刺激，这棋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性，就各种各样的反复，就这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到读秒的期间一塌糊涂下的，读秒一到来就比较刺激一塌糊涂，因为本身棋就深，再加上这个计算啊速度什么都跟不上，这就很麻烦。所以为什么就男棋手读秒的功夫都普遍强，是因为他们计算速度够快，反应够快，棋够熟啊，主要还是实力强。吴一鸣应该还好。不过现在棋手包括女棋手在网上练的也特别多，读秒功夫反正比以前是要好很多。是的。毫无疑问，现在训练读秒都是主要的训练内容。没错。那天跟谁啊，童雨林。他说他的棋呢，一般他在网上练的时候呢，一般是下20秒的。然后呢也有下10秒的。30秒呢就算是慢的了。我说20秒的棋这局部很复杂的地方，你20秒来得及看吗？他说我看不清，反正对手也看不清。对。
啊，这东西是相互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就是去想这个二十秒就多快的问题。对，啊、公平的嘛，啊，对，大家都看不清，反正是。跟昨天起也有点像，反正大家就、反正都看不清，就看谁失误多。我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但你比我还夸张，我肯定是，反正我赌的就是我比你看得清楚。对，我肯定是要赢了。这其实就是要比谁熟，要算更快，判断的更清楚。嗯嗯，现在刚才显示说是黑棋还有四分钟。白棋还有三分钟保留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双方的用时是很接近的、很接近，就差一分钟。这个棋好像不是特别接近。嗯，白棋看上去子孝真的是有些问题。然后呢，他虎完了，他打算干什么呢？虎完得打掉吧，这不打一下，一会儿被我打了。打这个接上、然后再尝一下。只能打掉啊。嗯。他就是他只能尝这边吧，他不能尝这个吧？不能吧？不看着不像能的样子，好像不能吧？应该不能吧？我也觉得不太能吧。没道理，就那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呗。嗯，这有什么好的呢？这摆的，就这样，然后就妥协了。他能尝这儿吗？我在算这个。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夸张，好像这太凶残了，过于凶残了一点。啊、还要爬的？我这些在单虎吗？虎一个是不是好一点？不，这怎么这么凶残？这干什么？然后我如果刚才虎下来，是不是好一点？这样都不行吗？都不太行是吗？这我立下来，不是我就走，我不打死你，我气不是比你长吗？然后弃子，嗯，那不太对，取士吗？没什么用吧，这个取士是不是有点无聊？取的有点夸张了，好像。取士干什么呢？哦，我知道了。我虽然我的招好像看起来有点夸张啊，嗯，这个行不行？这个我的招看着有点夸张。方法很多。方法很多是吧？我冲什么？要退啊？冲我肯定退啊。我不退，我在干嘛呢？我也没太搞明白，主要是，这是，如果真有这招的，哇、眼睛都掉下来了。哎，他不打这下倒是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好像有这可能性嘛，虽然说看起来很这招法好像有点夸张。好像不会被你这个招法摆平了，好像。我也觉得好像要摆平了。这怎么弄？我不知道啊，你怎么办？然后我待会儿再靠你一下，你这两个子不要了吗？难道说？不是靠一下，我现在怎么回去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回去。打回去你走一个，我提你会把我扳死啊。有可能。我出不去，我不全死了。有可能，我也觉得好像又要把你搞定了。招好像看起来有点夸张。那我没办法呀，你打我。你不是逼我的吗？这不对啊、哦！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啊！我打完了尝这个，你还有别的招吗？没有没有，那我现在怎么办？你没有别的招啊！我现在，你还能怎么办？不冲也不像话呀！不冲我跳你就算粘上我也不行了。对啊，你死哪边吧？冲完冲不出去，冲也冲不出去啊！然后横竖都不行吗？我觉得看啊，完了呀！这什么意思？这有点夸张。这什么意思？看着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办。嗯，你打个退的时候，我搬砖做火去算了，不要了，死了。我天哪！问题不大。哦，好，这样问题不大是吧？这样问题不大。其实还好呀。这还好。我尝一个，然后你不要了，你搬这个。我做火去。那就这样吗？火脚去。反正。打你一下，不知道便宜不便宜。反正这意思，那我得补一个吧。反正怎么补一个？你挡完还能补呢？我好歹有个打回来行吗？好吧，那我就补这个。这还我补底下一点好不好？反正还挡。上面的味道。外面不行，好像看一下。这黑的也还好。还好还好。那白棋还可以吧？嗯，吃了是。而且你当时你肯不肯忍下这口气还是个问题，反正吃了比实战强飞了，就是白吃的。那看来刚才黑棋猴这个有问题。
这不可能是。我怎么觉得这但是这个没这个不太爬了跳，他没看见很，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是看到那儿我才看到的，但我总觉得这骑行好像白棋可以想点办法。嗯，他是他猴在这儿的棋，但他不猴，他下什么呢？那可以挤一下再猴。单挤，嗯，再猴，对。我挤你粘我再猴，就你应该就好吧？那你挤我肯定粘上。对啊，那我再猴你，你不能这期直接就闯进来了，这有点夸张。应该不能看着。对，这样就可以。嗯，这样可以。但他不肯挤嘛，也是有道理。他不肯挤，他单挖。主要这个他谁能注意着他？这没想到，但他是单长这个的，他没打。单长他倒看清了，他更不能冲了，因为我打这边了。对。不能打这边，他爬一下打这边，对，因为现在打了粘你拐下来，拐下来我长就差一棋是吧？白的差一棋，正好差一棋。对，你再爬一下，反正他不能再长了，被打了粘。嗯，他是有这个担心吗？是的，但问题是，你这个不便宜啊，这个是挺舒服的，但问题是黑的这一扳，嗯。他是先急打的，黑棋先急打的这个。哦，长的时候。他先急打。那更惨，长的时候还被先被打到了。本来他这样不就你不可能打得着这一下，这个子有什么用？这样不，这样你只能搬粘做活呀，这样你只能去二路做活，对吧？只能搬粘做活。嗯。但是实战不一样，实战是黑棋把角给吃了。我这打到一下嘛？对啊，打到一下就差多了。打完虎，这样的话，我是把这个吃了。这好像白棋又亏了，我只是觉得每个地方白棋都在亏的，这亏炸了。这亏飞了，这感觉又。不，这还是黑的先手，嗯、就是这跟你刚才你那个图比嘛。这差的实在有点多。就白亏一个这个。这本来是这样子的，本来那个图是这样的。好，本来就像这样黑的先手啊，对吧？对，实战呢就等于这个没吃到，哎，活了，然后呢这个被黑棋给拔了一下，黑的还是先手，手速是一样的，就白亏十几目，嗯，差的不太多，问题不大，差的不太多，问题不大，没事，马上就要进入读秒，亏十目吧，亏十目，确实后面因为这时间越来越紧张，很多地方都容易看错。啊，我们也是在这儿讲，其实比较轻松，所以很多图我都可以摆完了，我再摆一个也没关系。要不行，那就麻烦了，下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确实是啊。那这其实下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黑棋的胜率已经是非常高了，都快接近100%了。所以可以说这一代和这一代白棋就这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没看见，这靠没看见，这一段打没看见，这个肯定是很致命的失误。两个加起来可能亏了20。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调整一下心情，一会儿再来接着欣赏这盘棋吧。嗯。也许你无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呢是2022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的第二轮。是由中国棋手吴一鸣对阵韩国棋手李瑟珠。刚才呢这盘棋刚下到这儿。嗯，白的打吃、是的，对，基本上现在3.05分，那么他们两个人是用时很接近的话，基本上两个人都进入读秒了。嗯，说，对，嗯，那刚才呢，就是趁这个休息的时间也去看了一下 AI 的变化图。就刚才白棋如果说靠这个的话，嗯，黑棋它有个图是搬在外面，然后就黑棋，白棋把这几个子吃了，但是黑棋先手冲死之后呢，点在这儿。对，反正就我们摆的差不多，就是白棋靠白的就，对，他是可以把白棋就把黑棋吃了。对，是的。嗯，就是没看见呗，两个人都没注意。然后这地方也是白棋应该打的长。他是这样，就是说白棋他这个图呢是白棋打的长的，然后他有个单挤，但是我也没看明白这个单挤。你这个就计算比较深了，是单挤的意思有点远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走完这棋，他跟外面跳出有关系。那可能是这个意思，那这样，提到一下，我是很想把他先挡死的。然后这边的事儿，这边再说。他敢不敢这么下？这是个问题。不知道，我觉得白棋打得长，黑的应该也不太会下得出。我觉得这个，就刚才丁老师摆的这个图是比较容易下成这样。搬粘算了，就搬粘就算了。
那如果说不能单级的话，这就是差好多目了。跟单级比起来，它这个变化都是单级，它没有挡下去的。级很复杂，行不行？其实就实在赶下棋嘛，得算好久。特别读秒了，真不见得赶。会赶吗？级也是有风险的。级我还不能打下面，也搞不清。他可能觉得他提完了，他打一个角，那他局部还是活的。有风险嘛，都是。反正白棋怎么着比实战要好很多。对。实战这个棋，主要他长，他是不是也没注意长，被人打了一下？对，先急打打掉了，那还是差很多。他是不是就觉得长完挡住黑的搬粘，这样他算了？他是不是长的时候也没注意别人，这被打一下，感觉又亏一手棋啊？亏的有点多，因为他的预想图可能他这个虎柱挡住搬粘，这样白棋是先手。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经常会漏算一下次序，就是次序的问题。他实战这个棋就变成了黑棋先手，跟他的预想说可能亏了一手棋。这还该黑棋下，黑的不会了。所以这种地方这个计算的准确度和速度就非常的重要，这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飞开始，我们看整个战役啊，是白棋先走的，白棋飞。对，他先飞的。也就是说这个局部呢，白棋花了一手棋。白棋花了一手棋之后，黑棋现在这块棋有将近九目，八目多。他不做的话。比原来好像多一点。然后呢，白棋好像少了，白棋这个角被抠掉了。对，主要是这个问题。对，白棋好像花了一手棋，应该目数是亏了。不如停招。就这个局面，白棋这串交换可能比停招头好一点。纯目数上来说可能还亏了，可能就外面的这好歹封住了厚一些，亏手棋吧，大概得有。对，实在是差的有点多，确实。然后我们看看他们实战吧。下成这样了，实战下成这样，白黑的一家，这先手便宜啊。对，哇，这个好大啊。吐了，这白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吴一鸣还是下的比较清楚的。就大的地方啊，整体的这个节奏掌握的也还可以。虽然说这里可能算是有一些失误吧，这个飞不是这个飞，就前面没有把它照进去。感觉稍微松了一点，可以这地方定一下形，可能会好一些。其他的就这个跳，那还是肯定应该尖呀。对，有留这个靠死肯定不太对。他这个靠死，白棋即使靠死，当然他的胜率比起。后来这样好多了，但是也只有三十多，还不到四十。白棋的胜率，那就还好。那也还好了。黑棋四十胜率，这棋就他可以先把这个给收掉，然后把这个赶紧点进来，点进来很大。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呢，那还没爬呢呀。当时爬了，他点非要去交换，他非要往这飞，很奇怪。是的。加，然后白棋它尖在上面。这是你全面，这个还是下的没问题。对，这个棋形是。这个先手便宜，这个是对的。补一个，粘上，补干净。这个搬粘，这个白棋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跳，白棋肯定也意识到形势很不好。对，是不是得下的积极一点吧？是的。虎进去，虎一个，这个看上去就很积极，这个能往里虎，很猛，其实挺薄的白棋，这块还没活干净呢，非得尖出来，这连也连不上。这块不是，这块加一个脱先了，这块也没活呀，这块也没活呀，又虎一块，三块了，很猛，拼了，这个应该是胜负手啊，这肯定得拼啊。黑的好像不跟你搞，黑棋下的还比较稳健，这个真的很稳啊。对，这个我觉得应尖，小尖一个，他都不搞，这个也不刺，这黑的下法很多，黑的实战就把白棋送回家了。算了，黑的就想这个把这挖死，黑的应该是点着木下的，稳稳的赢下就行了。他一点木，他这个木点完他够了，不会了，这实在是够很多了。他前面是赚很多了，两边都。白棋这木看上去真的可怜，木太少了。黑的这个求稳，黑的开始求稳了。那白棋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白棋好像很不乐观啊，这棋，刺一下，结束，再刺一下，再刺一下，好，给自己赢得2分钟的时间。读秒的时候，这种刺就很舒服。然后搬砖是吧？搬砖还是大的呀，这本身目数也大，主要是眼位黑的就挡住。挡住，因为将来这些有一个虎的一路小尖。对，是的，这还挺大的。这目没了，眼也没了。目和眼啊。白的局部很薄，可能得补一手吧，就不补。提劫，先提一下，要求把你打的，让你粘回去，行。这棋黑棋要粘回去啊？要求让你粘回去。白的外面都不活，黑的劫应该不少。主要这个劫，主要白的打赢了，黑的也是活的。啊，你可以先点我。对，打开劫之前先点我。是的。压力挺大的。有压力，那也不能粘回去吧？他飞。那就肯定不会粘回去了，飞。要挟一下白棋，看你这块棋，你交代一下你怎么活的。那有啥交代的？局部也活不了，不只能往外跳吗？不跳出去死了，只有一条路，你要活得了，另说，这不活不了吗？跨一个就是局部能往活，跑呗。好像也不是太好。如果这下算黑棋打回去，肯定就活不了。那活不到。往外跑。现在是跟上了进程了，是吧？对，我们跟他实战已哦，提经劫接了，近了。他提劫。他提一个，然后白棋冲。冲。他想干什么的？断了他？不会吧？这不能断。断被跳对架了，呀、啊，冲死了。这不行啊。冲。这不冲，它很有冲击力。那这种棋，经常就是平时上课给小朋友们上课，经常就是不能往这儿冲，是吧？就是它是个损劫，它在找劫。就是我上课一再强调，小朋友都有这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那不管是不是损劫，我先打了。他的目标就是打赢劫，对，其他的不重要，就是为了打赢劫，就是一直在灌输这个损劫不能找的原因。但是这个李色珠同学。那天是看谁下来的？杨志文也是新出段吧？以前新，就他没入段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挺厉害的。但他那天下正好是看他讲他的棋，他打劫，他先找了一个损劫，虽然损的不多，可能就一目。最后劫打不赢。对对。然后我说，有那么多的劫材，为什么要先找损劫？我实在不能接受。主要是找完之后，打了半天，最后劫还是打输了。那劫就本身就很复杂，不是说那个劫就一劫定生死了，我打赢我就赢了，不是那样的。而且也有不损的。对啊，对啊，这打劫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它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损劫真的要慎重，损劫一定要慎重。是的。但是这个白棋这损劫好像，它也不对啊，它冲完再虎一下，那么两枚劫当一枚用。他打不打了？不打了是吧？我不太明白，看不太懂。他是冲完干嘛？要跳着收啊？冲完跳，冲完虎完跳。说我是觉得他走完之后，就自己越来越薄了。你跳一个，跳一个，那我先闭着眼睛先压出去，然后我待会儿先把你挖断。是不是拼老命的一个机会？啊！你要把我断了？不，这棋怎么赢了呢？我不知道，不断了。底下他已经两个眼看得很清楚了。现在，那就我往外面走呗，我也没什么压力，反正。确实。是吧？问题不断就收控。这是怎么办呢？怎么收呢？这走完之后，这怎么还这牵手棋呢？对呀、啊，是啊，这明显很明显是一个挖断。把自己冲出个挖来。两边人家竖一排，竖一排，这挖断太明显了，对不用说谈了。那担心断嘛，不贴了。好吧，我粘上。天哪！搞什么？不搞了。反正赢了嘛，这就属于安全运转，对吧？这要是回头因为下缓了，要是出现点变故呢，这棋确实也挺缓的。现在目前白棋的胜率显示是，哎，是这么看的吗？零点几嘛，超不过一吧，应该。刚才看的就是这个局部下完已经才零点几了，就特别差了，已经特别低了。真没目，这棋白棋的目因为又薄，我估计这种劫将来都是被黑棋打回去的，黑的无忧劫，都是黑的把白棋给打回去。
那上边这还有个一路间，这个空真的是可怜巴巴呀。嗯，有点惨，看起来。空了不够，白棋。对，后半盘就很怕，就是空都不够。你有时候可能稍微厚一点，现在是空也不够。虽然说中间可能有点潜力，但是围不出多少目啊。这目可能是很有问题，而且现在是面临的很直接了当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这一弯，这块棋，不是肯定得补，这肯定得补棋吧？他就要看能不能贴住嘛，就贴住它是吧？这不能贴住，这棋形就没形状下了呀。嗯，贴不住也得贴吧，但贴好像真的贴不住。这贴完了，这贴。哦，这个断点实在是有点多。就这地方点点压压，可能不能要。啊、这压一压，可能是不能要。嗯。那能连得上吗？感觉是连不上了，已经。那不贴的话，只能这个。这个也，高断点确实也有点，气有点太紧。嗯。这干嘛？他是贴了一个，白棋实在是贴了这个。不会吧？这怎么有种？不祥的，好像已经有点要不要的感觉。不祥的有点像昨天那个，本来觉得还能下好久，突然他就，突然他不想下了。他不是不想下，我不知道是看错还是什么。他就是两步棋他就没了。嗯。本来不太好嘛，但是还能收官嘛。嗯。这个棋我怎么觉得白的也是不想收了呢？这还能收吗？这冲你不会不挡吧？我不挡是围棋吗？这不挡就我死了我也得挡住啊。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连打劫货都没有啊？因为你贴完之后这是后手一只眼，我先把这都侯掉嘛。嗯，你这地方是只后手眼，打局不进死，打劫都没有，你顶我就立就行。啊、哦，我怎么那么凄惨呢？局部应该是进死，那就外面你冲我断了。他黑棋回得去家吗？黑的回不去的话，黑的是不是也真回不去啊？打了一张，连不上是吧？看起来没看到他直接连上的下法，这是不是能拼一下？至少我们帮他想点办法。这黑的不敢吧？黑的也看不清，这没必要，吧？这好像黑的挺危险的。嗯。黑的挺危险的话，那就是不能直接断了。那就别这么下了。那怎么下？如果说这样的话，他是弯了。他之前为什么不先点一下？点不到，点不到，点不到也点呀、啊，点不到很舒服。我觉得压一个是不是有点简单了？下的，先点啊。点白的，不知道。我又要吐了，我又不知道走哪儿。先点感觉白的更难办一些。接上的话。对吧？那我再压，如果你顶的话，我这虎一个先手，我再压，不是我再压，我只是冲断就，我只要多压到一下就行了嘛。他实战这个棋主要是他现在压是后手呀，嗯，他压白的可以脱先，问题不大。不，你再压到一下，你就断就连上了。那肯定连上了。接上是吧？可以接上。那总连上了，这打完再滚个包。对，你就单粘嘛，单粘就行了，大概。这。不，这点到白的肯定不行。但是就算点不到，我觉得黑棋点也白的也不好下。嗯。啊，这不挡我？你看，我就说他会不挡。好吧，我错了。为什么不挡？我不明白。要是我肯定挡住。但是他即使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也可以这样嘛，但柔软一点嘛。没必要吃白棋。我非得吃了你干嘛？我就拐打嘛，接上，我就跳一个呗。嗯。跳呗，是很柔软。嗯，柔软一点还不行吗？你好歹打完打这个，然后加一个，是不是还好点？哦、好这个总好点吧？行，那就这样吧。嗯，也难受，但是、嗯、好吧。这被人家冲了，那我为什么要挡住你？因为他不挡住，他也没棋形下。他不知道走哪了，好吧。他这也是一种。强烈的定型，这下没后。黑棋飞这个，嗯，现在这很大哟，这步棋。嗯、这肯定是一手棋，下一手。这我觉得基本上跑不掉了吧，这棋。这冲出来之后呢，这地方潜力就没了。对呀、啊。嗯。他提了一下，然后他顺便挑点他。
这吴一鸣下的挺好的，很清楚。现在就下到这儿了。嗯。他大概估计会提劫吧。提劫嘛。现在木数怎么样啊？木数白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木。再点一木九木嘛。这个地方有个尖，点个四木。差不多吧，不能再多了吧。十、嗯、三。算你把我提回去。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能点的二十目吧。嗯。再加点零零碎碎。二十五目全盘。嗯。黑的这个角。十三目。二十一。二三二四二五至少。就这三块底你全盘。这是赢的反正是。哪三块底他全盘？这块这块加这块。哦，这个都多的是吧？这两块是多的，这都是天目。这两块是天目，绰绰有余了。确实，这个目前盘吗？盘二十吧。白棋胜率已经不到零点，才零点二。现实不是刚才我们判断了吗？就这个局部，他至少就亏了十目。对，确实亏的有点。这边没看见，又被黑棋便宜了，整个不是这整个角没了，又不知道亏多少。这两个加起来亏二十目，不是很正常？他本来这个局部正常应该是黑棋尖在这儿，然后他跳、就我们就觉得尖在这儿，黑的能把白角吃了，黑的点三三都是大获成功呀、啊啊。但是那个图的话，就比这个图明显、就明显是现在这个图好了吗？对，毫无疑问。现在白棋断打这个，黑棋急打，急打。吉达也没什么亏的，反正吉达就粘粘完粘，就这样呗，粘，然后反正白的也得补是吧？吉达有点奇怪，吉达为什么吼在这儿？他搬你就扑一个啊，这应该没事吧？小心，小心这地方。那这有个那该吼该吼也得吼啊，就。扑下一下就行了，你别单团这个，单团这个出问题了，被人家吃掉了，我发现倒头血有点夸张。可以扑吗？是打一下，因为他本来不打他就可以脱先的，他非要打一下落一后手，他是觉得这边可能有点关系。反正打也行吧，如果是这样。看看这个局部是不是是不是下成这个样子，那还能怎么样，只能这样吧。这个不能再有变化了吧。这个棋友们已经在讨论明天日本对谁会攻擂的问题。因为这个比赛呢就是三连胜之后、每盘棋是有200万韩币的对局费了。然后之后每胜一盘都是200万。有连胜奖吗？对对、就像那个农心杯的规矩是一样的、等于说。所以吴一鸣如果说今天这盘棋拿下的话，那么第三盘就将对阵日本棋手。但是这后面的棋就会因为他的对手会越来越强，所以后面的棋肯定是越来越不好下。但也没压力了、先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是的，赢一盘都是赚的。没错，他说就是中国的、反正就是冲击对手呗。对，年龄那么小都是前辈对吧、赢一盘都是赚。对，就是像这样，就是像这样，木确实是，咱没法收也得收，对吧？你不收也不知道干嘛，就定个型收。看他怎么个收法。差距很大。确实，这黑棋优势已经很大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这起码得十几目了。保守估计盘面得有十几目、看看这个。接近二十吧。而这地方都嵌着木呢，这种地方还嵌着嵌掉，嵌的东西还有点多、白的上面得补啊，这棋薄的一塌糊涂。这还在的棋节呢，还棋呢，先把它打回去，要求无论如何这节得打赢啊，棋可以输节要赢。上边压一压吧。
这是死活看着有点危险，不是很看得清那局部。他是压了一个，他顶住了。那我估计他应该会先提回来，形成惯性了。其实局部搬出来，拐长拐，行吧，没必要，看不清。不是，如果这没什么棋的话，这个打是什么意思？打在这儿是吧？本来我打你提我脱先不行吗？说的是啊，为什么要打他一下呢？就是追求白棋这个味道嘛。白棋脱先，如果你没手段的话，你落个后手干嘛？而且这个下法还被白棋多了很多劫材，这个劫材就多了。本来我刚才打你，就算提回来，你局部就没劫了，你提一个是后手，你就没有劫找了，对吧？现在的话，人家除非你忍回去，那你不肯的话，他就有很多免费的劫材。提回来。这个劫也挺，这黑棋呢，打赢了劫，他粘上肯定也不太肯。他如果要打上去，那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没必要，得算清没楚必了，要，没必要。是不不，是他肯定粘敢上，打上去这粘上就粘上算了，挺肯的，挺肯的是吧？好吧。不，因为他就跟自己。他提，说不定他自己粘回去，他也肯啊。他因为优势这么大，就回去其实很清楚。我们刚才点目都是基于你把我打回去的基础上点的。我如果粘上你粘上，我就当成我白便宜了就行了。是的。那其实实在是白棋不太好下，确实是，因为首先这个劫，对，他挡了一个，挡在这儿。算了吧，粘上算了，这个断白棋还是了，很顽强的，断了白棋的念头。但这，战斗到底。就这个地方他要注意啊，他没活。他是个185是吧？对，那这个对，你要注意。你刚才我们摆的是这个，那倒脱靴了，那成倒脱靴了。如果局说你部就非得靠扛这一下的话，那这么太，我们跟外这面目数有点惨了。这基对。本上是这个图呢。它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摆得这清倒楚一脱点靴啊，啊，打倒脱一个，靴不行。大家看清楚，然后就提掉。这是个倒脱靴，特别经典的手技，特别经典，把你这串吃了，然后你这串的还没活，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人家下成那个样子，因为你现在后面是不入的。对，但是你扑的话呢，整体的死活有问题。你扑的话，我提提。掉，然后再团一个，团住，然后我把你上面也灭了，就冲一对，个，冲一个，局部就死了。是的，冲你还得啊，也不见得粘你打，我就打一个，啊，那局，那这些我觉得现在就得补吧，这没活啊。不，这个活还是能活的，就走完了团完了，我打这有个班，啊，这签个班，这是这样我靠那个。的，然后。如果走这个的话，我先接一下，然后这一打就扳，把你扳死了。那就说白棋挡到白棋这些团是先手。对，他就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可以大家跳一个，跳一个很稳一点。跳一个，一个稳一点。然后白棋团了一下，这团一个，这个有了这个子，这块棋已经确保活棋了。待会儿你实在不行，我团在这儿，我总是给演了。不是，他团在这儿，他锦鲤期还要搬你先搬。啊，先搬你走什么？你不能团回去吧？团过去好像太不像棋了，团这个回子被去，冲死团回去，这好像不太你像还围棋。所以你粘上的话，他再搬完就走完一出。是。反正继续走嘛，黑的这个分段白棋。我是想着这地方劫打赢了，不知道，粘上算了，就是别我打老了，想着我是不是一路打他一下之类的，不便宜啊，不便宜是吧？就粘回去。木数也不便宜，一路打回去。现在他扳断了，扳断目前就下成这扳样。断嘛，白棋肯定要往外跑了，过来。跑在哪儿了？看看，我感觉这看一串黑下。棋定型定的挺松的，黑的这木好像
不见好是吧？就都被白棋走到了，白棋把那个收到了，然后这也挡了一个，这也团到了，白的好像都走在木上，黑的这挺单关的下了一串，有点松，但无所谓。他这扳断，他是想着他先手，待会可以先手走回去吗？不见得先手呀，你因为你虎子尖的话，这被打一下，打一下之后呢，我粘上之后这顶。应该是顶你不理我。虎了这个冲的有点冲，反正我这顶完了扑着也先手一只眼。先手一只眼，那再就先手回去了。挤我不理了就行。对，有先手收，那收的还行。那将来如果断掉的话，黑棋上面可以虎一下，然后挡住，再冲他一下，是吧？冲掉这个，就把这个冲了，要不然被白棋打了，就差一个眼了。那你回去有这顶一个好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就纠结这件事情。顶一个他搬粘吗？啊？搬粘是不是有可能被你搬粘？很凶的下巴。那我还不拼一下，因为单立肯定被你挡一下先。你搬我直接断呢？搬你单断是吧？这是好手，那要死了，有可能会被死。这样的话，好像被死走死了被我。拼的有点凶，因为你跳应该跳不回去吧？拼太凶。哎，跳好像跳回去了。哦，没连上。打了猴丸靠。没连上。回不去。连不上不行，连不上的话被一团死了，这棋。你就这样吧，那就单立，就这样吧。那我挡先手。单立不行，单立我手走一个。双先手双虎，你得缩回来，那只能这个缩眼。对，我好痛啊！也一样的嘛，我搬粘后手，不就是立将来立你挡，没有区别、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那你有可能先小尖一个，一样的呀，反正就是这意思了、对，黑的这么收，那样收，一二三四四，你就这样吧，这样好。这个图好，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就成双虎了。这个是双虎，还是尖好？单尖还是尖好？单尖的话，它就粘上，然后下什么？我想想，是顶这个吗？我这都给你嘛。这个木数比刚才好一点。挤一个。就这样，就不走。反正就这意思了。这比刚才顶住木数好。比顶这个好是吧？刚才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嘛，现在等于说这个有算你吃到嘛？你这一二三四加这么五目嘛？五目，我这少一目，便宜一目，算你吃到我便宜一目，未必吃得到。他实战是先尖着跑，棋不是拐着走的，尖着走，小尖，贴一个。看它上面这一带待会是怎么收束的哈、再贴它扳住，就这么说呀、找木最好的方法收就是了，接上哦，人家没那么好啊，到这啊，这气紧住了，直接断死了。我怎么看他要死了呀？这气这是怎么活的？请问？死了。死了是吧？那也不用谈了这件事情。死了。人家单冲就死了。这地方他看得清楚。他只能扑这个。我以为这些都先手嘛。对、这个。然后发现都根本就走不着。断死。走不着断死了，那就已经死了。结束了。拐这个的话就搬。这样扑了打完顶这个顶不着被吃了。是的。就这事儿已经走不着，就是就走不着。怎么都走不着。反正走不着了。就已经死了。你立的话我就先手挡你一下也死了。那拐一扳就死了。对。如果不扳呢，仁慈一点呢，它就是双活。仁慈一点，我可以让你再收一会儿是吧？双活也可能这不有一点耍人家的意思吗？双活收到最后，白棋这个空可能全盘20目都不到。那目太惨了一点，好像。
搬就死了，不收了吧？这不行了吧？我觉得。确实，这个地方计算还是比较精准的。刚才没有看到，才单冲一个，把它冲死。外边的话，黑的会不会自己眼位有问题啊？白的，白的有没有搬拼老命？哦，他团了一个，他让你连那个什么的机会都没有。我刚才搬完走，你要跟我拼是吧？是这样是吧？我懂了。搬这个，搬这个，那我就铺呗。那也没得拼，这怎么拼啊？又有这是后手啊！是啊，这下冲不到啊！你来不及啊！刚才先冲，先冲不行啊！我接上，然后你冲这个。那我先尝两下，尝两下，你这还有个断打的，你怎么看啊？哎，我就是现在接这个。接这个，我接这个。断呀、啊！这一人一个，不管了，冲死你！这有眼了。我团打在这儿，你刚才冲这个，你刚才冲这个我还挺麻烦。我不冲这个。对，你刚才冲这个，这个还没有。这麻烦啊。那我还不如直接单贴这个呢，单贴这个看得很清楚吧？这个走两下是不是有眼？也没活呀，就硬扛是吧？扛住，这好像还真不一定。反正有一丝看不清东西吧，但说实话，黑的里边眼好像也不一定。打击对啊，这要收气的话，估计也不行吧。眼好像黑的气也长，搞不清。但黑他这个最清楚啊。人先团掉，让你那个没机会。那是不是该认了？吴一鸣这个挺老练的，老道。这个、对，最后的一丝这个。拼搏的机会不给你，白的还在这做活这块呢，靠这个。对，好顽强啊！我觉得这个李色珠，我们老觉得他早该投了，然后发现他一直都在顽强的拼搏这种。这应该的嘛，因为这个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不容易，对吧？代表国家出战，嗯，这肯定是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多下下肯定是体验一下，这种感觉的都是对的。积累经验嘛，冲这个也毫无疑问是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你断招后手什么都算是你的，全都被你走着了，然后我这一断你还是死，我就先弯一个。这不损木了吗？这不损木了，弯不弯都行，我直接把你断了就死了。反正你走这个我就立下去，对，那回头一冲你这个不是眼。他可以就是他可以粘这个，这个不要，死一半，所以你应该吼这个吃，那我就吃下面的。好啊，那我就吼这个，这样更精细一点，细节不够，细节不够，掌握的不够好。细节更好的肯定是不爬这个去杀那一块，我把这块杀了不就完了？我这个怎么？我还我把这个断了，也有道理，双先是吧？我这唬一个，全是活的。我吃也是先手，应该吃双先是吧。他断一个，他正在考虑这件。哦，他这个还没搬呢，现在要搬一个。对，就是他很麻，他那个。我爬一个也行，我搬一个也行。吃哪块？我招法太多。你挑一块。对，你想死哪块？你看着办吧。他果然是搬了一个，吃块大的，吃块大的，看得清楚的。对，吃夸大，所以看得很清楚。那白的认输之前，要不要先手爽一爽，收掉再认？这棋，这下的这也不行啊！走完了顶这个，人家断在这儿，人家提还是先手，这还有个断，这怎么都根本就不行了，怎么都不行了，这可以投了了，我觉得他，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地方了，应该是。这个好像年轻的李色珠啊，虽然说跟吴一鸣是同岁的，这盘棋的表现看起来好像这个实力还是有所欠缺的啊。虽然说我们说这棋因为它的用时呢比较快啊，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但是很多地方他都没有看见，还是不应该。铺一个。但很多这种地方，当时他还没读秒。对对啊。他还没读秒。就是这些棋，就是对棋的敏锐度不够，显然是。
这样难起手下的话，我觉得早就，这种是绝对不会跑掉的，不是难起手下，我觉得之前这种棋形都不能，就下不成这个样子，这怎么是能被黑棋点三三呢？下不成那个样子。嗯，前面下的都有点怪的，这个，对，就我们觉得很明显的错误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确实。当然，这跟他们对局者坐在那儿有压力还是有关系。那但总而言之，还是实力问题。毕竟还是实刚入力。段的新秀嘛，对吧？对，新是的，秀还我是，们要给他点时间啊，不能要求他一下子就发挥得太完美，然后我们觉得会很头疼。进吴一鸣已经征战了3年了，对吧？在围甲当中，在围就是甲当围中，甲，所以是吗？这就个磨练了很长时间了。跟高手对局，成绩而且都很好呀。他这个，他这次能代表中国下这个湖盘杯的话，也是之前选拔赛选上的，也是亚运会选拔赛嘛。他是第5名，而且很可惜，他差2个小分就入选亚运会的阵容了，取前四嘛。他跟第四是李贺吧，还是谁？差2个小分，那确实比较可惜啊。所以他实力已经是中国一流的棋手。那我们除了吴一鸣以外，其他的四位女棋手呢，是分别是李贺、周鸿祎、郁之莹，陆铭铨，对，陆铭铨，应该是中国现在成绩最好的几位对，棋我们手。其就是基本上这几位棋手都是很稳定的。然后，其实除他们几个以外，像除了年轻的吴一鸣，像唐佳文啊，也是很有实力的。现在，然后韩国队呢是崔金、吴又臻、金彩英，还有一个就是许瑞璇，徐瑞璇。刚才被丁老师这个爆料了一下的女棋手，那。不一定准，新闻上看的。这个日本女棋手呢，就是明天上场的，我们也不清楚是谁，因为，除了之前已经输掉的中井以外呢，就是，藤泽理菜，还有谢依霖，对，还有就是上野爱校美。还有个是谁？我真想问你这个问题。他们好像也那个女棋手还有一个也是实力挺强的，反对，正我印象中不弱。那应该是上野爱校美要要好一上点场是吧？吧？觉得要上场吧？明天。是吧？上野的这个力量有目共睹，大家都知道他是以力量著称的，这棋下的我太凶悍了，实在是。但谢依霖跟那个藤泽理菜相对来说成绩都要好一些吧？谢依霖现在成绩好像不如上野的那么突出。现在是对，之前谢依霖当然是很厉害吧？的，而且我觉得谢依霖的棋还是很有独到之处。这是认输了是吧？我不太明白，但是这儿显示是没有结果出来。出来了，黑棋中盘胜。黑中盘胜。对，就是打沾上最后一手，这对，时候是认的。输了，确实是，他也没有去先手，走两下等于算了。这棋还挺顺利的，黑棋这来黑说，棋今天我觉得发挥的挺不错的。今天从布局一对，上来就占优了，是的，是的。昨天其实前面有点苦，布局不好，是亏的。但今天布局一上来，从这个战斗开始，白棋稍微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也还好，能下的一个状态。就其实就中盘这两个地方是两个大问题，没错，没前错。面呢可能会吃点小亏，我觉得黑的一直都挺顺，但白棋前面也是还是咬住的，对，黑的有些小，我觉得还是先手风头可能会更好吧，是的，是的，交换可能不便宜。而白棋当然计算是主要原因，但是我真的觉得年轻棋手对这个棋形的理解，包括后来要脱先，还是应该扳一下再脱先吧。被点三三真的不太好。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比较关键哈，这个左上角就给大家稍微再看一眼，这个棋形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很不建议大家下成这个尖顶飞起来的棋形，这丁老师对于这个棋形深恶痛绝，看起来是，对，因为。那这个看一下，跟我们正常定式比，好像还是有出入，我觉得。
你多花了一手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角上点三三之后一系列的招法，导致这个白棋控就不太够了，形势急转直下。这是有个子，然后他是这个，当时还原一下，就这边，他飞了一下，我是觉得飞一下可以不便宜。他这个是。哎，他当时是飞完了，然后拆这个，然后我们是、哦、我首先我是觉得黑的拆这个也有点偏温柔了，对吧？那我不交换这个，我直接逼主可能是应该是更好的下法，更积极。你打入的话，我这种我应该都是绝先，对吧？这个白棋应该要硬的。对，你硬一个，我战斗，这个战斗没有怕的道理。你打入我靠出来，怎么看都是黑棋有利的，战斗局面，就战斗嘛，我不怕你。然后他这个交换掉之后呢，白棋这多了个紫黑的，可能就薄一些，薄一些。他选择了稳健的下法。对。然后这时候呢，白棋应该搬掉，把这个搬了。对。哦，这个角上这个差多了，这下，然后再，再尖、这个。再尖。他想抢这个尖肯定是没有问题，这当然是很大了。但你不能说你抢了这个尖留一个点三三给对手，这个棋被点三三，我觉得这个棋形是受不了的。正常定式，我们比如说这个定式，或者这样都是定式吗？人家多了些不是，这样点三三，你是活的，对不对？你就活个脚，我也能接受，对吧？外面，但你这个多了手棋，黑棋说他该活，这还是一样活。那他实际上当然这是一种变招了。正常来说，我们是利嘛。不，我觉得这个棋形还不如这样的棋形，因为目前这个棋形，如果他点三三，我团住的话，你还得想一想，你这个爬现在断不了，现在正好白棋正子有利。对，不，其实那我们手术一样来分析，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棋形，白的我往回缩一路，那好多。对啊，你这还敢点吗？你这有疑问。这个棋形为什么说你说深恶痛绝也好，你多了一路就白亏一手棋啊。我本来这个棋形是一个两分的棋形，这黑的不黑的又没问题。你这点我要立下去吧，我觉得好像不成立。就我们现在把棋形摆成这样，你说黑的有问题吗？黑的没问题啊。能点吗？这不能点了吧？不能点呀、啊，点立死了呀。但这是个正常的棋形，正常来说四手棋这个角就是白棋的。对，你现在搞的多了一路就没了，你这个角没了。这个很简单，就是他团的话，你一爬他根本就没办法吃你的。这个棋形极其酥软，搬完之后这是个软头，特别酥软的形状。你立我也是爬，就是你搬完你下不去，对吧？你搬完，你本来在这儿，你爬我顶，我就可以顶住，对不对？你搬我挡住，这个子在这儿就不行了。人家活的比你大多了，然后发现你外面就快没活。所以你只能粘上，然后我就随便活了吧。就局部来说，黑的目比白棋大。你花了四手棋，别人一点三三，目比你大，你这个效率那怎么看呢？就我们看这儿的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两边的手数一样多。然后白棋在干嘛呢？就进这块棋，在干什么？就算双方就，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这个角是白棋先来的，而且白棋先走俩才下出来的。白棋星位加一大飞，然后咱俩开始下，下完之后我目比你大。那这是为什么？你大本营，我目比你大，那咱还用说外面吗？外面肯定是我比你多呀，我子儿都比你多，对吧？所以他这个棋形非常不正。归根结底的根本性原因，这尖顶还是应该扎钉。扎钉在这儿是吧？就人家挂的时候。这就是正常棋形，我不理解。而且扎钉特别好的一点是，现在大场一人一个。你走一个，我走一个嘛。这都是很简明的事儿。很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这么下白棋也不至于到最后我们一点木白的木才二十多目，这两个角现在就二十多了，确实是，对不对？实战目数太就是目数为什么会那么少，就是效率低。其实目数少的原因就是子效不够。对，你这个结构是不对的，它是有弱点的。然后你这弱点还不赶紧加强，你看这。对啊，置之不理。他应该搬一下再接再三。这个时候不要在意厚薄什么那些东西了，无所谓了。先把扣护住。黑的有没有弱点，都挺厚的，所以也没有那么说不能下。这一点三三实战就。基本上这棋，好像白棋已经很为难了。他搬。来不及啊，现在是来不及了。搬的时候会飞一下。然后我是觉得他实战是没有看见，他没注意，
看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时候应该走哪，这时候很难受，很难受。这其实能直接搬起来吗？比如说我先搬一个怎么样？搬它是要跟着硬的吧。然后你就要断了吗？嗯、那我就长呗。我就粘上呀。粘上，那我就虎一个，这虎一个看起来骑行也不太对。虎是不是又要被断的可能？要被靠断。靠断怎么弄啊？啊，我什么时候冲你就什么时候接，啊、对吧？对。这个让我特生气这件事儿。那挺麻烦的。可能就这样算了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白棋最好的接上，然后你就挡住、嗯。挡住的话，这是先手后手，后手吧。走团断，里面有个怪劫是吧？劫是不可以？劫总有的吧。那暂时不着急吧，我就先飞嘛。嗯。以后这个可能有先手味道。主要你不走。我先点你一下，是你硬手。点他总要接上的。是接这个吗？接这个吧。病主，这就吓得我好难受。挤在这儿。这个。好，先手活了。嗯。也没啥难受的。那我也不见得走得到。嗯。那就这样吧，先不管了。大概只能这样下，反正这样下呢，白的肯定是失控，肯定亏了，黑的中间是这枪、嗯，先顶一顶，亏肯定是亏了，但是、嗯、下的有点难受，确实。但是，嗯、但是实战图更糟糕，应该比实战好，应该比实战好。嗯，觉得这个是，嗯，主要是这下没搬就已经很糟糕了，之前这个形状下成这样已经很糟糕，那你没搬是一个很致命的。实战这个我真的。啊，怎么去理解这事？嗯，不，实战这个图，我们这么看啊，实战这个图，我感觉他还不如不搬挡住呢。你搬我团，你搬我团，所以我不比实战强。我也觉得还不如这样。我这目不是比实战还大吗？嗯，这以后，对不对？你爬不爬嘛？你不爬，我将来管你爬，我这有点了缠二。嗯，你可能爬掉缠，你不给我机会吧？现在你爬了拆这个。嗯。我觉得白棋这个图也肯定也比实战好，但整体赶紧把它搬了。但整体肯定也不好，帮我打上去。哦，搬了你打可以打。嗯，帮我打你退，那也是一种定型。对嗯，退那你提掉了。对啊，就你把打二防了呀。对，是这意思。嗯、这也比实战强，但是整体肯定不行。那肯定是不太好。也亏了，毫无疑问。嗯，也肯定是亏，这效率太这子太奇怪了。不是他这个。他怎么想的？就这个，他都围不住。他为什么是下成这样的？不能理解。就突出一个大，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下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对，就不要把棋下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不太对了。已经，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面教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棋迷朋友们要注意的一个棋形，这个略显空虚。就今天这盘棋看完了，你就知道。这脚上你不大飞完了，你不能尖顶了飞起来，这不能下成这样。就是他下成这样，他也没意识到你有意识的，你防一防，他也不防他、嗯。而且这个也是全盘最后一个，嗯、最后一个大场。是。被别人一走，他还没地儿去捞。嗯。就是这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便宜飞这个跟爬交换？我第一感当时觉得这个特别大。挡住是吧？这有什么大的？你走半天，后来被人一飞，我们看黑的。挡住他大概搬一个，比如说这样，就这样，那就立呗，就这样呗。我觉得木数就是这样好呀。嗯。以后这地方加持一路搬黑的木，不是挺萎缩的吗？嗯。这才是大的地方，木数是这儿大，因为就是，那大家要这么理解，就这地方的木数呢是双方消长的。嗯。这个地方的木数不是双方消长的，你不见得长、嗯，你被我飞到你就没长。嗯。所以它不实惠，这个地方的价值是不实惠的，你有可能不掌控，所以肯定不如挡好，它都有问题，它这个也。啊、后来就这两个局部吧，这两个局部下完确实就不行。嗯嗯，这好像局部的计算是有些问题，对，计算也不是很过关，感觉。对，后来计算有那个靠还有这两个、嗯、两个计这个是就是很眼见的这个。嗯，而且很明白的，就是两个
计算的问题。嗯，对，我们说的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全局性的配合，或者其实那种虚的东西，其理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值得商榷，不太对。然后硬的计算实实在在的好像也不过关，所以这期黑的还是赢的比较顺利。对，是的。哦，我刚才看到了，他们说是明天可能是日本棋手铃木部上阵。铃木部，刚才把他忘了，应该是吴一敏对阵铃木部。好，那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吧。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